中超第四轮，沧州雄狮客场3-2击败武汉三镇。沧州外援奥斯卡本场打入一球，连续三场进球后，正式向中国足球推荐自己，快来规划我。我们看一下这粒进球。第68分钟，奥斯卡传中被解围，随后奥斯卡得球扛翻一人，一个加速甩开其他后卫，爆射近角入网，精彩的表演。赛后奥斯卡表示，我对规划持开放态度，中国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，总的来说一切皆有可能，当然最大的问题在于谁出钱谁办手续。球迷高呼抓紧点吧。就是在中国开始的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很多年了，中国就像我的家一样，我觉得现在我对规划持开放态度，因为在疫情期间还是模糊一点，很多的外援都已经离开了，但是我一直在坚守，因为中国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，所以总的来说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谢谢。